什么？我怎么睡着了？最近工作太累了。周玉香，振作起来，你行的。赶紧开车赚钱吧。喂，张鹏，袁平，他没跟我们在一起啊？什么事找他那么急啊？有郑云下落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哦，谢谢。小姐，请问去哪儿？我到润恒路798号。甜心，以翔，你怎么会来开出租车啊？我一个朋友刚好请假两天，就让我帮他开几天车。是你帮他，还是他帮你？你宁可来开出租车，也不愿意到我公司上班。自尊和面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你是跑来教训我的吗？那不好意思，我还要载客人做生意呢。我也是客人，出租车不能挑客人吧？好，那请问小姐，你要去哪儿？润恒路798号。好。